说也有点道理。饿死胆小了，撑死胆大了，前两个空头怎么了？感觉没有问题。我就不信这里也有人蹲我。飞哥，我想要你的巨快库。啊，地上给你吧。嗯？还有屠宰坊吗？我把头甲拿给你。给你。啊，别被人看到了。等一下，我把头甲放远一点，把头放远一点。哇，你这个人素质真的低。哇，素质怎么这么低？飞哥，万一都会碰到个人。然后他砸着你，刚才这里不要的三级头，你们一下把他爆了，然后他吃鸡了，一看就知道不懂得捡。哦，往草捡啊，白痴！你看，多完美！啊，完美完美，怎么？